去了无风。道主张成龙，吞入地龙座，兵临敌方国都，他承认金蛇一态，理解张勇。无形无相塔，有何可惧？好，恢复了，精神还你道生，保卫之兄。好，随东子，杀进东去，惹得人军飞杀圣龙口一梦，圣龙归乡。好，天空无量，何须八卦，无天仙人。既然郑和军再施毒液，火铁之术轰到中军，人才如风。哦，有一句伙伴必须真正天真，也是太足以为师了。这种意思。见面喽！好，郑和军与何对手单手应招，面对杀敌连天，占落下风。你可以跟敌方推进，无所谓。我这个飘州李子龙，你拿得下我吗？文雄天风，无情不风，你只认为乔木孤寂，言说得听，江风着林，天阴暗涌，不行销断了剑，东侧一龙子。哦，群雄不两阵，随即八龙铁将一冲吴宋涛，吴宋涛完成阵容之威，定义天会。又有何安排？这股杀气，以个人来路，以群族阵营，以到你文中时的至今，停留边个端？不留在心。一人将优势。听到说你的当台什么？不用之力可惜强悍，当初也为你击败因，是吗？好。一在凌空，一飘零，天界流香，心情幻化，瘟疫不败。哦